是在讲说，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因为我平常写歌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东西就写什么东西，所以有时候可能那首歌会有点没有目的，但是反正就是写出来，然后觉得还蛮顺，然后蛮有感觉的，我就会把它唱出来。好，那大家就听听看。Thank you.